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我是小马。那我们下班今天来到地下街，其实是有目的的。今天小马只想要抽过目巴士。对，一分钟。然后今天还有另外一件事，我觉得是你会非常想做的。什么？就是之前我们在网上看到那个反派的迪士尼的角色书。哦，就是那个黑魔女系列的那个扭蛋吗？对，就都是反派的。那完蛋，今天会花很多钱呢。就看你想要扭到什么程度。那我们就走吧。对，你想要眼影，它这个眼影做的好美哦，可是因为它的颜色它都还要另外再重叠。我最想要的是 A 赏跟 E 赏，超嘴炮哎，超嘴炮 ，nice 啊！你转运了，你转运，你可以，你看你只跟日本水土不服而已。你以后可以在台湾抽，台湾抽，不可以去日本抽，日本都我抽。好，新日卡片说感谢大家留言，在底下帮我集气，触底反弹了，帮你擦眼泪。第三，好，唇蜜，唇蜜，好，这种三个都不一样。啊耶，太好，去换奖，去换奖，去换奖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A 赏是那个蜜粉跟蜜粉饼类的东西，然后 B 赏是唇蜜。然后一场是眼影，然后因为这是一抽400块，其实有一点贵，然后所以我只抽三抽，然后就给我抽到 A 场，好爽哦！我一直都很喜欢迪士尼反派角色，那所以我这次我要这个白雪公主虎姑婆，对，白雪公主的虎，她还拿着一个苹果，对，然后这个是红心皇后，小美人鱼里面的那一只坏人章鱼。然后这黑魔女，然后那个五个船长，五个船长，这个阿拉丁的那一个，哎，他这次他这上面就直接是写说 Disney Villains， 就是反派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换钱，换银弹哦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今天要抽几抽？你的目标是什么？我目标是这四只。好好，完全忽略这两只是重点。其实里面球还算有。我先换1000块。哇，这大手笔耶！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换。难得你一次就是，来。哦，甲方的样子。甲方，第一个甲方。好，来第二个，往第二只前进。我想要小美人那一只。我最想要是那个白雪公主的那一只，快不快？虎姑婆这边没有。哦。哇、哦。说到，哎、欸，她好，她的嘴巴好好棒哦。笑得很开，目标第一次到手。他其实不可爱，他其实邪恶。好邪恶啊！邪恶，好坏啊！哇，这只牛毫不手软呢。水，中了！哎、欸，而且他旁边那个小苹果好可爱。这是他两只，会不会里面根本没有？然后这是虎克船长那一只。虎克船长，哇，男的都先扭出来了。还好，至少还不是米奇米妮。其实米奇米妮也可爱，但是我还是更想要坏的。因为这是主要是反派。米妮出来了。哇，米妮哎、欸，还蛮可爱的，比米奇可爱。好啦，我就问各位，是不是应该要再扭一只米奇来跟他作伴？不要。米奇来啦！米奇吗？重复了。米妮。哇哇哇！好了，那这个大家应该知道是各位的福利啦。所以大家底下就一直在喊说，要我们抽重复的。你如果再一只米妮，就差不多换人了。红心皇后，不是黑魔女。好，真的假的？果然你的传说还是不败。连三转。该换人了。干嘛？今天没有刮胡子。不知道要拍片，烂惨。好，黑魔女就交给我这个好老公来为老婆完成心愿。
我就跟你讲，我扭到了。卡关的时候要换人哦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是圆了他们的梦哦。他们就这样子可以相伴一起回家。好了，老婆的黑魔女就有来为你。差不多该出来了，剩两只人就一扭一只这样子。这个的形状好特别、哦，我摸不出来。现在就差一只红心皇后了，哎，它有这小权杖，哎，哇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。我就说，这个就是要用由你的好老公帮你扭出吧，帮我完成。好、啊，最后一转，最后一转，红心皇后来喽！道理是，哎，我们扭到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就差红心皇后。对。我们这一次原来是要把他们全部抽起，海底捞月吗？章鱼哦、喔，对，巫女哦、喔，对的，重复的，好了，换你去换钱，你还要，你还要加几转，你自己讲。今天这是你的局，我觉得你自己决定。啊，你觉得不要了？柳丹小马从来没有在收布的。再换300好了。好吧。100，好，我去换。好，最后我就把这个洞补齐。好难哦。你自己来吧。嗯。我们现在又多了一对米奇米妮。红心皇后，我好像都没有红心皇后的东西。真的没有。所以我真的很想要它，但是我很怕这扭光了，到时候其实也没用。不会啊，这么多颗。你要对他有信心，你要对你自己有信心。红心皇后，虎克船长，米妮，哦，虎克船长。哦，我刚刚看到红红的，我想说应该会是红心皇后。它粉红色，我以为是米妮啊。最后的希望就寄托在这身上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们两个一起扭。这是什么画面啊？你要坚强。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爱的力量，哎，你今天满载而归。哎，你看这里面，哎，你想到什么？我想到那个我的英雄学院，那个葡萄头，超多个，但一直就哇黏住了。哇，今天真的是你的局哎，什么都扭到了。真的耶。Nice、我们先花差不多了，你就留给下一次吧。好，那是啊。今天就让给你爽一整集。那我们回家见，拜拜。哈哈哈哈！我们回来了。今天是小马子重返欧洲航班的一天。这其实这一套扭蛋的资讯发出来之后，那天我看到我就赶快发简讯给小马子，那他就觉得这一定要扭。我每一只都想要。你这次很霸气、嗯，你一次就换了1000块。对，因为这次我觉得很值得哎，1000块。这不是平常的小马子。那这次米奇米妮，它其实它下面就是写 Halloween Bird， 就是万圣节的样式，所以它这就借由这万圣节出这个米奇米妮的版本。然后还掺了就是其他的反派角色在里面，然后它这个底板啊，印刷跟文字做的比较精致。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白雪公主的坏皇后，为什么呢？它除了造型北兰之外，它的苹果我们拿近一点看，它苹果上面有骷髅头的点。请问为何北兰？就是嘿嘿嘿嘿嘿嘿的那种感觉。这一次的这个扭蛋，它都有这个披风的元素在里面，米奇米妮啊，然后黑魔女还有甲方都有这个披风。嗯，那小马呢？这次觉得最特别的就是这一个小美人里面的反派。这种系列的扭蛋我很喜欢，这种很特殊的，像他萨诺斯比较大，那像他这个就是章鱼脚，对，那他头发也是蛮炫的，超级赛亚人不错，还以为在扭七龙珠呢。那最后还有两个男性的反派角色，一个就是胡克船长，另外一个就是甲方。那最后一只就是我们扭到这个红心皇后，最后一扭海底捞月，这就是爱的力量。
好了，再来的话就是我们最精彩的地方了，我最期待的地方，那就是要看今天的小一番赏。恭喜你强势回归，触底反弹就在今天。今天就是小马的纪念日。哦，是粉红色的，这是粉红色的唇蜜。那这个颜色的话是还蛮实用的。然后旁边的小吊饰，它是有点重量的，是有质量的，不是一般轻轻的那种塑胶。然后再来的衣裳是那个眼影，电灯，绿色。哎，这不得不说，哎，连我都觉得超漂亮的，是不是很美？你怎么才抽到一个衣裳而已啊？我也觉得，哎，这真的超美的，哎，它是这样可以打开的。这个里面的颜色是银色跟是什么绿啊？诡异的绿色，应该是亮绿色的。再来就是 A 裳了，它是蜜粉饼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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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做该，好漂亮，有没有看到布灵布灵？欸、其实它外面是一个小小的小魔杖、欸、它这边是钥匙，然后上面有小耳朵。哦，好小哦，里面容量其实不大。啊，还附了一个粉布，那我看一下粉质如何。好白哦，蛮白的哦，粉还蛮细的。这放在那个化妆包里面拿出来。补粉的时候，这样拿出来补粉的时候，大家都来看你手上的是什么？你怎么会有？我喜欢小镜子。最后呢，我们这次有重复四颗扭蛋，那我们是决定要送给观众。对，那抽奖方式呢，就是在底下下方留言，告诉我们迪士尼的反派角色你最喜欢哪一个，并且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影片跟频道哦。这样子呢，就有机会抽到你哦。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咯。如果你喜欢骷髅魔法石，如果你也喜欢今天我们所扭的迪士尼反派角色，请帮我们按个赞，也别忘了订阅我们哦。拜拜。